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，被人抱着大腿举上去的，没做过这件事情的哲。被举的哲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们没有哲，他不哲。彩虹，你的阅读理解能力怎么回事？就是被抬起来，根本就没有被举起来。啊，我哲，我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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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哲了。不仅你也得哲，没有车的给我哲，没有吗？没有车的给我哲，是吗？我有。我要车，我要车。你那俩太小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举手，现在还有手指举手。你说的哪种车？我是最后一个，你觉得我折完了吗？在这个舞台上。代步车啊、哦，我还没讲。小车算吗？这真的是汽车。好了好了，在这个舞台上接过彩色发片的折，我已经没有手指可折了。好，还有手指举手。我这是灰色，你说彩色，彩色就是除了你头发颜色的颜色没颜色没颜色。还有手指举手。你这些什么饭？别扯，别扯，还有手指举手。